将盒子的尺寸输进去，180几，198，198，然后盒子到这里到边的孔距也是33-35，中心35。35。孔高度底部算。高度到孔。从底部。对，到中心的距离。对。55。55。OK， 这里写的55。好的。输入参数。所有盒子放好，以这个边平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把盒子放进去之后，第一步调试，盒子要以这个边为准。为准。好，你放一个，我在这边拍一下。以这边平为准。OK。然后到手动画面。然后切换到手动画面，单固，打开单固按钮，对，固定，变成，对，这边是平稳的，平的，然后把这个锁紧。然后将声道跟模具相同的高度。然后调节手轮，这个位置大概能看到这个孔，在这个孔位置。OK， 转动手轮，将这模具移动到孔的位置，然后锁紧。这个是锁什么呢？这边也是固定盒子的。对。他要求拍到，就是说推到盒子也是。对，放到盒子。与盒子靠拢。这边也是一样。有两边的。这个位置是平行。好。OK。然后把这些放进去。回原点，回原点以后，那个地方升上来，盒子挡住了，会把盒子挡住的。这个位置尽量的夹手啊，在两个盒子中间，眼睛瞄过去还差不多。居中，像这个居中，in the middle， 这样子的话挪过来，把它调到中间的位置，这就为了防止它盒子一个带一个是吗？对，偏不是，你如果夹不到的话，它盒子会，你这个偏过去，这个偏过来的话，它容易
它如果夹手夹起来的话，它很容易把那个两个盒子拉扯，是这样子拉扯。OK。那就开始启动。然后启动。如果像这样子偏的哈，嗯，打出来像这样偏的，这样子偏的，就表明孔位没打对。对，可以再往这边调点。The position of the mold isn't right. We have to move it forward. 回原。嗯，回原点。还没调过来，还要往这边再走掉。就是大肚子了以后打出来就是会有偏的，对。所以两边夹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嗯，对。嗯。我们再次开机。先回原。启动，那我们再次测试。测试的，这面就可以。嗯 ，OK， 就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位置，你光电检测到了，看这个位置有个点，它亮起来的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如果我把这个拿掉，你看，它就开始工作。嗯。我如果这里检测到，它就停止啊，你先震动工作了。哦。啊，我这里照到，停止掉。这里有检测到，它这里就停止了。OK。哎，它没有一直工作的。嗯。好的，其他的按键都不用管它了。其他的按键都不用管了。嗯。我去给打一下，看你看。好的。